心中不起如何能度尽之念呢？吉祥福寿者相，寿者相是什么呢？是时间的相续。哎呀，我度众生，我要到哪一年哪一月才度得完呢？那你有这个念头呢，这就是寿者相。这个念头也没有，所以学佛要记住，我们只有今天，只有此时此刻，不想过去，也不想未来，你这个心才自在呀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纵有好事已经过去了，想它也没用处了；纵然有恶事，也不要后悔，都过去了，都没有了，未来还没来。哎，你在想，你不叫打妄想吗？空想了吗？过去未来都不想，认真做现在的，这个就对了。这样子，寿者相就没有了。